是在享受我的 freedom。 You got it， 而且还是请奏并且准奏了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感觉，哇！虽然我不太确定我回去会不会被绞刑，但是这一刻最起码我是非常开心的。放心吧，而且说实话，还没机会，还没机会。要玩的话，还是男生和男生玩得到一起去。对，这个是。女生是爱的嘛，就拿来就是谈恋爱的嘛，是两个人在一起爱的，疼的。玩的话，还是男生和男生比较快乐。说实话。I like to move it, move it. I like to move it, move it. We like to move it. Freedom, freedom. 哦，这个就是刚才今天下午的那个地方。对，下了，下了。啊，走了。有人喝饮料吗？这才是噪音应该有的歌声。Sweet us， 来了 ，Cheers， 我们 Cheers。Cheers， 嗯，味道还可以。其实当艺人之后，在这个环境其实很少的机会可以来，一定会很拘束嘛，很拘束。然后你可能坐的可能有不是这种环境可以正大光明的来。对，你去哪个酒吧拍出来放到网上都是事儿，都很奇怪。然后那个标题谁谁谁晚上出现在夜店，他不回家在夜店喝酒，然后身边正好有一个女性朋友叫斯蒂玛，这多正大光明啊！我就在泡吧怎么地了？我就是在酒吧泡吧怎么地了？对，满足了我没有泡过吧的愿望。也太安全了吧？什么什么的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往回收一点，过了过了过了，收要这么回去。